大家好，我是明星朱小常，比较难清洗，但是风味独特，大家比较喜欢。今天分享朱小常的清洗方法和做法。今天花了46元买了一袋猪小肠，先把小肠外面洗干净，再用筷子把它翻个面，翻好放盆里，然后倒入适量的食用盐，不用换水，先抽洗一下，再放入清水清洗，再倒入食用盐抽洗，反复抽洗3-4遍，把小肠外层的粘液洗干净，然后用淀粉抓洗2遍。想吃美味干净的小肠还是很费劲的，最后用清水冲洗1遍，大功告成，终于洗干净了。起锅烧水，倒入1勺料酒，放入小肠焯水1分钟，焯好夹起放盘子里。